你想红吗？你想火吗？你要想的话，就跟他一样，受尽煎熬，你就可以红，你就可以火啊！就跟那小波浪一样，你看到没有？马上就要红了，马上就要火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来点老抽，可以帮助它更红一点；来点醋，会更香一点；来点酱，加一下它的盐味儿。咦，来火了吗？我想笑，但是我不敢笑出声。待会我怕你们说我太残忍，主要是双击。嘿，吓我一跳。吓我一跳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大米，有点噎人。眼睛，张哥。给一个，哎呀，哎，红了吧？是不是？小波龙，哎呀，这里面的膏还行，啊，哎哎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掉了。最丰富、最有营养的，也是最香的时候。这种肉是很劲道的，你要喜欢吃就双击一下，对屏幕点两下。海螺。哎，哎呦，真爽！这海螺后面摘掉，挤出来，哎，然后就，哎，又吃完了，哎，这漂亮吧？很整的黄都在这边，嗯。海螺就是孕妇不能吃，良心太大了。你要喜欢吃海螺的话，你就没有给我双击。哎呀，你看这扇贝肉，看到没有？这扇贝肉可以吧？现剥扇贝肉就是这种，你看。量最散，这螃蟹我都不愿意吃它，可瘦你知道，没有膏，黄都很少，关键一定要把腮跟它这个嘴给它去掉，一掰它，是鲜，肉不厚，那平常的话它肉可厚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可香啊！馋不馋？馋就双击告诉我听，我给你吃。哇！